嗨，同学们好，我要出发去香港比格萨，这就是我要坐的船。这里就是香港啊。其实晚上不算很繁华的地方是吗？这边便利店看看，咸豆浆拉面，认真的吗？吃个车仔面了，同学们，辣卤车仔面哎。我看这里没有什么，这个是那个牛坑腩、金钱肚、猪耳朵、辣椒酱面，同学们先吃。这一碗多少钱啊？45，还是蛮扎实的。我感觉这些肉明天消化不完了。现在有个问题是，面没多少了，还有一堆肉。同学们有机会来这个店试一下，真的蛮好吃的。这个地方好像澳门的一个地方，走上去就是教堂，旁边是面包店。同学们知道是哪吗？面确实也是不够符合香港的一贯作风。对，哦，这里也是好密啊。这就是我们的房间。可以啦，我靠，已经很不错了，超大。这个叫什么？干湿分离，居然还有电视，太豪华了，还有保险柜。同学们，现在是第二天的早上，8:40，9:30开赛，我们先去吃个早餐。我是在那个第三项50米自由泳，前面有100蛙，一共26组，时间充裕啊！哇，哦，好的耶，超甜。我吃是鸡腿儿，耶，牛牛粉，哎，其实就是通心粉。麦当劳吃的就是一个稳定，等下肚子不会出什么问题，那就要好好比赛。就这个东西。它就是淋一些那个糖浆在上面，然后吃，啊，有机会再吃。好，同学们，现在9:42，退房了。然后我刚刚在群里面得知，现在采用的是快速比赛法，就是上一组的人到了泳池旁边，先别上来，下一组先出发，上一组的人再慢慢的上来，连接的非常紧，时间就有一点点紧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上午才1:54，我不怕。哎，香港百年。我以前没见过这种车啊，好瘦小。哇，他们泳池的机房这么大，这是把整个地下停车场当做机房了。开放时间，对，比赛池、这个热身池、检录区域，停，换个衣服，不慌。这是一个25米池，那边是比赛池，还有大屏幕，看见没有？等一下要从更衣室出去检录，然后进来比赛，然后那边是大海，哇哦，出去看一下，出去看一下，做什么准备活动？这边的救生员根本就不是一个椅子，它是一个救生物。这边号称是什么宠物共享公园，所以有很多狗狗。还有一个室外高人，好，去游一下。我的准备热身就做的比较差，就是来回拉长游，然后差不多就行了。这个水温还是可以的，但是水太咸了，而且这边是靠左边游，适应一下。是靠海边，所以咸吗？跟同学们汇报一下啊，他这个比赛呢，不是按年龄组来分的，是按速度来分的。不管你是什么年龄组，慢的跟慢的在一起游，快的跟快的在一起游。所以等一下，也许小组我不是第一，然后整个年龄组是第一，可能会有这种情况，好吧？先跟同学们解释一下啊，等一下老有人问啊，教练你为什么游的不是第一，但成绩表上是第一，就很麻烦。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出发台。还有一个阶梯让你踩上去，然后这个泳池号称是两边浅中间深，
外面是准备检录的，然后这里点名，点了名的就进来了，进来就等着坐上去，一组一组往前坐，怎么都没人啊。然后最前面的一组呢就上道，这个水好绿啊。好，同学们注意看，专业的拍摄手法，运动员到池边之后不要一直盯着他们拍，拍那边，最快29秒38，可以。这个是第17项第三道的意思，这个纸张质量还怪好的。嗨，同学们上道了啊，我们要走去那边。呜，行，同学们我上道咯。我现在都不知道观众台有没有人帮我拍视频，没有的话就凉了，没素材，你说怎么办？要不我有单滑手了，举着拍，我管他。比完了，25秒59，好嘞，我只花两口气，憋死我了。那上午就没别的事了，放松吃饭，下午4项，能顶就顶。哇，这公园真的还蛮爽的呀，拯溺，这边把救生叫做拯溺，拯救溺水。垃圾要收费喽，多少钱啊？这个雕像好抽象，请勿在公园内玩模型船。说的是在这里玩吗？同学们看这个楼，又瘦又高，我感觉这个海水比刚刚那个泳池的水还要蓝。泳池的水是绿的，然后这边有好多健康的小伙子在这跑步。中午12点半，不错。Joey 是不是买了一艘船，跟这个一样？那还是找其他垃圾箱吧，专门扔狗狗的便便的。行，这个泳池的男更衣室和女更衣室，这里好像澳门那个泳池，不知道是谁抄谁的，不贵耶，这一定得要85到89岁年龄组，我就问你怕不怕？这个是200米混合泳，第一名。翻地生，2分19，好强啊！哇，91！好，同学们，现在1点半，来，先看我们黄大哥一个出发。呜，这位大哥立定跳远3米，我就问你怕不怕？准备活动就这么马马虎虎的做完了，然后点了100字，然后50叠，然后4×50米混合泳接力，然后4×50米自由泳接力，就要下去检录了。上道前我们先按照惯例过来放个水。不知道谁给我100米的自由泳报的成绩是1分30秒，所以我就跟粉丝一起游了。所以就跟他们报的1分30秒的一起游。我这个100字游完，中间隔了一组女子的100字，然后我就是50叠。游完之后，中间隔一组女子的50叠，然后就是混合泳接力。我问你要不要拍视频你自己？哦，有人帮我拍。哦，你 OK？ 谢谢谢谢。我 BP 啊，看一下。哦，不错不错，恭喜恭喜恭喜。导演在高的 BP。对，好好去放松一下，把心率降下来。
嗨，同学们，比完了，58秒多，我前面拉的比较长，有那个明显的上下波动，也就是混合交叉，后面下马频率搞起来，搞不起来了，体能不能支持我切换，现在赶紧去放松，等一下50叠。而且我突然发现，他这里按成绩来叫，有个好处就是，如果你错过你那个组了，后面可以随时补上，只要这个项目没有过，说不定过的这个项目也可以补。捡路非常的折磨人，就一直等，好无聊，我又没有手机玩。同学们看见我身后的那个外国人没有？哇，他这个身材，不是这位，是后面那个穿蓝裤子的，倒三角，高大，脚掌也大。Very nice。然后记得上午50米自由泳，我那个小组第一名吗？就他，又跟我同一组，25，26。哇，这个不知道多少秒，真的好恐怖、啊、行，上大道，同学们，又是第七道。哎，同学们，26秒多哎，瞎闷的啊！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这么快，因为毕竟蝶泳我根本就没练过，练练自由泳，蝶泳也就上来了。哎，那我还不错哎，放松。哎，你好，哇，我有32秒4，还不错啊。我靠，你这个身材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练过的？没有啊，你这个体脂怎么这么低？就经常游嘛。游泳能减肥啊，同学们！你后面这么好吗？啊？你后面这么好吗？有没好吗？两个接力。两个接力啊？这个平肩我现在我准备游不得，我这个不得，那个不得。哦，泳镜啊？哎呀，这个平肩。这个泳镜怎么了？那个是阿明姐的，不好用。哦哦，好，你调一下，放松，接力。接力马上了，减弱了。马上。女子的开始50叠了，马上就接力了，赶紧。OK OK， 同学们看，混合泳接力第一棒仰泳，有一个有反蛙的。嗯，行，这个不算犯规吧？搞得我都有些迷茫了。男子4x50米混合泳接力第一棒仰泳，又上道了哦。这边是出发端，第一棒仰泳，出发。第二棒蛙泳出发，第三棒蝶泳出发，第四棒自由泳嘣到池边搞定。第四道，还有点喘气，游完这个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不错，这是我们蝶泳的小伙子，加油！听同学们，差不多上了，我那边的机位应该已经 ready。
回我们接地就这样，实在是没地了。不错不错不错，再去放松，等一下还有自由泳啊！好，同学们，放松的差不多，最后一项要接地了啊！照常放个水。我又是第一棒，第八道。我打算游个26秒吧，有些顶不住。第八道，25吧。啊？25吧，别26了。25顶不住啊，大哥。啊，这么快吗？快真的好快！没有，没有。好，同学们，这个自由泳接力就这么游完了。哇，那个最快的那个好快，你翻了吗？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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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放松。
真的是游不动了，憋气把灵魂都憋出来都没力了，好吧。风已经放到七七八八了，心率101，还有很多人待在这里公园。这里好多人在这里玩，去看一下。哦，自助餐。哦，这是意大利粉，炒面。我打算去吃昨天晚上的那个车仔面。我们走到好远，走到这来，他没开，真是任性的一个店子，就吃这个。来，同学们想吃啥？立牌、腿踏，这菜单还是蛮有逻辑的。这个叉烧和乳猪，他们没有青菜的吗？就硬吃啊。嗯，帮同学们吃两口叉烧。这个烤乳猪的肉好白呀。这是飞机飞澳门，15分钟，3000，我暂时不需要。